有炮弹可以占领的，然后就是赶快把那罐取出来，然后再找胃，把胃里面有一块三块。他就跟我说他一直忍着，就是他说怕我不是就是小朋友也是担心你们，所以他有跟你们，就是说爸爸不要担心这样。坐在那边休息。原本我们是一家人五个都坐在同一排，然后后来，我弟弟还有我先生还有我女儿，他们好像应该是五分钟前他们才跑去前面而已。去舞台前吗？对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累，很想睡觉，我就听到蹦的一声，我就后面就这样子，很痛。哦，你妈妈，你后面。在现场的时候，看他是腹部，就是这边八道边，八道边还有阿伯，我就大汤，这大只是瓜仔，大汤，大汤，这汤，差不多几公分，刚跨出几公分。我现场说大概有一公分，医生说后面也都有，后面的然后也都有那个小碎片，东西变在有一块在皮脏里面，然后他就是赶快把那块。取出来，然后再找胃，胃里面有一块，后来有一块，我忘了是在哪边，反正它就是有，所以总共有几块？有，就这边啊。总共就是三块。三块。他就跟我说他一直忍着，就是他说怕我。就是小朋友也是担心你们，所以他有跟你们，就是说爸爸不要担心这样。慢慢欢乐吧，因为医生有处理了。对啊，已经处理好，已经取出了这个东西。是医生有说还没脱离危险期，是不是？真的太突然了，就是大家，对啊，就大家去。对。所以他现在是还没脱离危险期，就对。对，医生说他要在加护病房观察，因为他胃部还有那个皮脏都缝合。
这里。